春秋中晚期，政治格局出现新趋势，争霸的重心从诸侯国之间转移到各诸侯国内位高权重的倾向大夫之间。由姜子牙开国、齐桓公称霸的东方大国齐国，也陷入了因崔杼、庆封专权引发的国内动乱中。这时的齐国虽有号称第一贤人的晏婴、折冲尊祖，虽有不畏杀头的太史伯兄弟前仆后继，但无情的历史已经敲响了旧体制的丧钟。在一次次以下犯上的阴谋绞杀中，旧道德的大厦土崩瓦解了。从周王朝衰落开始，天子的权力与威望被强霸的诸侯一点点剥夺殆尽，继而则轮到那些羽翼丰满的卿大夫来剥夺诸侯了。齐国与小小的莒国交战遭到失败，掌权的崔杼、庆封为了排除异己，独霸朝政，竟蛊惑齐庄公将失败而归的将军们一律处死。将军，对不起了。啊！将军，是国君让我们这么干的。啊！将军，